所以同学有同学知道，其实这个就是潜热。那这个潜热，它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从温度的变化看出来它的热量进去或出来多少啊，所以就不太能说用热容量的方式来表示它。本来我们的那个温度变化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热量变化，温度变化可以看得出来。可是现在没有温度变化了，如果你是在这个相变的过程中，它就没有热量的变化。那没有热量的变化，我们就不知道说它需要多少的热。我不小心开到摄影机，我关掉一下。奇怪。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小心开到摄影机。好，那所以这里就只能用实验的，我就只能去实验说，我让1公克的水融化，那我需要给它多少卡？这样。那从固态变成液态，这个过程叫做融化。那反过来叫做凝结啊，凝固。那如果从固态变成气态呢，就叫做气化。那从气态变回固态就是凝结。那如果是水的话，它的融化热跟凝固热呢，就是80卡每公克，80卡。如果要融化1公克的冰，或是要让1公克的水结成冰，它吸收的热或放出来的热就是每公克80卡。那如果是气化，让水沸腾的话，就差很多倍，大概差了6点多倍吧，6点多倍，因为这个大约是540。你如果要1公克的水融化比较容易，那你要1公克的水从100度C 从100度C 变成100度C 的水蒸气，那你需要的热是从0度C 的冰变成0度C 的水的6倍多，所以要变水蒸气是比较难。那你也可以稍微想象，就是你如果是固态变液态，它只是本来粘在一起，然后后来没有粘在一起而已。可是从液态变气态，那个是分子要脱离很远，所以它要提供的位能就很多，所以要变成气态比较困难。那这边我们有一个代号，就叫做潜热，就用来表示这些在相变时候的潜在的热。它有明明有放热或明明有吸热，但看起来温度没有变。它用来改变它的分子的结构，所以这个叫做潜在的热。那我们代号用 L，那它就定义为热量除上质量。这个就是潜热。那我们没有要算题目啊，就介绍这样而已。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3项图。
我们的黑板干掉一下。有没有同学还没有在第四节跟老师打招呼的？还没有的，等黑板干掉。等一下，如果没有打招呼的话，我会就当作这节课没有出席哦。好，应该差不多了。一般的物质的三相图是长这样，这个是固态，然后气态、液态，这样。那一般来说，哈，在那个温度压力越高，压力越高的话，那个熔点或沸点会越高。那个这条线就是相变的线。如果这个是固态气态的交界线嘛，所以这个叫升华，这个是升华的点，那它会随着温度和沸点而改变。那像气态和液态的交界处，这个就是熔点，那熔点也会温度，熔点也会因为压力而改变，但是这个对下来。压力如果上升，压力如果上升的话，那你的熔点是上升的。然后，对不起，这是沸点，沸点，气态、液态，液态、气态，这是沸点。那如果是熔点的话，也是。对对，这个压力上升，那这个熔点或说凝固点也是会上升嘛。哦，这样子。这是一般的物质啦，可是水哦，水比较特别一点。水的三相图。坏掉
水的三象图画夸张一点是这样，固态、液态、气态。那它在气态的地方呢，也是跟一般的物体一样，它是随着温、随着压力升高，那沸点是上升，没错。或是压力下降，压力下降，那沸点就下降。所以那个高山啊，煮开水比较容易沸腾，但是沸腾的温度却没有到100度。所以在高山上泡茶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喝，因为它的沸点不高。除非你用加压的。那这里跟一般的物质是一样，但是水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固体，它变固体的时候是加压的时候，反而是沸点下降，凝固点下降，凝固点。好像这个压力下降，压力下降，结果那个从这点退下来，但是它的凝固点上升嘛，压力下降，凝固点上升。那反过来说就是压力上升，凝固点就下降。好，这个有两个例子啊，就是溜冰刀那个。奥运选手，冬季奥运的冰刀啊，他那个冰刀很窄，然后他压在那个冰上面，压在那个冰上面呢，那个面积很小，面积很小，所以压力很大。那压力越大的话，压力越大，结果凝固点是下降，它反而会加速那个冰的融化。那所以就会有水，那冰刀压在那个冰上就会有水，所以它就可以滑。那另外一个是覆冰现象，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在网络上找覆冰现象，也是会有类似的影片。就是一块冰块啊，然后呢，他们会在上面用棉绳，用棉绳这样子。那这个绳子哦，用力去拉它，用力去拉这个绳子，啊，这个是冰。然后用力去拉的时候，那个绳子靠在那冰块上，压力很大，然后就会开始切出一条缝，因为压力大的时候，熔点下降，而熔点下降，它压住的那一块区域，熔点比它周围的还要低，那周围的冰块就会把热，它就会比较热，对于那个。就应该说比较容易融化，就会比较容易融化，那它就会压住的那一块就会比较快融化。然后可是你压过去以后，上面的水又没有被你压到了，所以它就会因为冰块很大，所以它又开始结冰，所以最后就会整个绳子这样子穿过去，可是冰块还是没有断成两半。有一些网络影片你就可以找。他会表演给你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焦耳的实验，热功当量。那我先把黑板擦掉。
我稍等一下，等黑板干。各位可能都有听说过，热它到底是物质还是一种别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直接去想象这种两个物体互相混合之后，然后去求这个最后的温度，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可以把热看成一个物质，一个物体。高温的物体，其实高温的物体不一定热比较多，对不对？高温的物体可能很小，但是低温的物体很大。那你会说高温的物体热比较多吗？不一定嘛。就比如说游泳池的水和水壶的水，两个都是室温，那你会说两个的热量一样吗？不会嘛，两个温度是一样，但是水壶的水的热量，如果说它是跟质量成比例，假如说真的热量它是跟质量成比例，你一个水壶的水跟游泳池的水可能差100倍左，随便讲100倍，那你的游水壶的水的热量应该也会是乘上100倍。才是游泳池水的热量。我的意思是说，两个温度一样的时候，可是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高温的水，比较高温的水壶，然后你丢到游泳池里面，那我们知道热量应该要从高温到低温了。那所以热量应该要从这个比较高温的水壶流向游泳池的水，那所以你会不会说温度就是热量嘛？那我们刚刚也说，其实温度不会是热量，温度一样，可是热量可能不一样。所以到底热是什么？那以前就有一派人就觉得说，热应该是一种物质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们感觉就是热，就是从高温流向低温这样。但是
我们刚刚也讨论到，其实那样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哎，我如果温度到达一样的，那难道说热就一样吗？那为什么会温度到达一样，但是热却不再流动？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把热当成一个物质，在摩擦生热的时候，它就会无中生有，因为你摩擦生热会越来越热，可是你的两只手应该没有什么物质减少或被创造。如果热是一种物质，我一直摩擦就可以无限的产生这种物质，那感觉就怪怪的。所以后来人们就慢慢偏向于热是一种运动。热是一种运动，就是你可以把摩擦的这种手的运动换成热，因为摩擦最后手会停下来，可是会发热。那到底要怎么把运动和热之间互相转换？那做实验做的最成功的就是焦耳。那这是他的实验的装置简图。在这个箱子里面有装水，然后有一根搅拌棒。搅拌棒上面有叶片，这样可以更好的把水搅拌。然后插一根温度计，那这个搅拌棒是由上面的一个机关来驱动。是滑轮，那它有吊重物，这叫重锤。另外一边可能为了要平衡，所以这边也装一个重锤。那他就让这个重锤齁滑下来。那滑下来的时候，他去控制这个粘滞性，它可以让里面的叶片大一点或小一点，然后控制说它水的阻力可以刚好让重锤等速度落下。那落下的高度可以算，可以测量落下 H， 落下 H， 那这边也是啊，这边也是落下 H。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本来哦，它应该要用力学能守恒，就是重力位能要换成动能，它本来应该要换成动能，本来应该是这个重锤，如果质量是 N，
这个重锤如果质量是 m， 那受到重力 ng， 那本来应该是重力未能，要换成动能。但是现在呢，没有换成动能，因为它是等速运动。等速运动的话，动能的变化是如何？那这样重力未能换去哪里？换去摩擦生热。换去摩擦生热。跟谁摩擦呢？跟水，跟水摩擦。那这个装置它不能说这个地方滑轮有摩擦，因为这里摩擦这边生热，它就测不到那个热嘛，因为它温度计是在这边，它会尽量让滑轮，然后这个转轮、转轴、滑轮这些，它都尽量让它不要有太大的摩擦。那尽量要有摩擦的是中间这里，尽量让它跟水摩擦，然后摩擦到设计好，让它这个滑下来可以很慢的滑下来，很慢的滑下来几乎就是等速度了。对，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测说，哦，以这个例子而言呢，就是两倍的 ngh， 然后换成热能。那换成热能，热能就可以写为是 C 热容量去乘上温差，温差用温度计去量，所以结果就会是2nGh， 然后就会等于，或者说正比于，如果我们的水量是大 A， 然后液体的不一定要用水啦，液体的比热是 S， 那就会写成 n S 德塔 T， 就这样啊，那它就可以去。经过实验，它可以直接测出水量或是液体的量，液体的比热也是一开始就知道，温度计去测出温度，然后两个重锤的质量也知道的，那滑下来的高度也知道了，那重力加速度也知道了，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啊，一焦耳的这个力学能，它可以，不对，是 4.186 焦耳，不是一焦耳， 4.186 焦耳的能量的力学能或是重力位能，它可以换成一卡，这个叫做热功当量，多少的热相当于多少的功，这就是功相当于热。热功当量，所以这个的实验它的意义在于说，它证明能量守恒啊。所以那个时代还在探讨说能量是不是真的守恒，那做出来实验是成正比，它的这个重力位能如果释放的多，它的水温也是
增加的多，而且两者是成正比，所以它也一方面就是证明了在热和功之间它是能量守恒的。那我们把它俗称叫热功当量，一卡的热相当于 4.186 焦耳的功。好，就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剩下再介绍一下热膨胀好了。把黑板擦一擦。为了要确定一下同学还在不在，可不可以回答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一卡的热相当于多少焦耳的功？我们等黑板干掉一下，不是 4.12 吧，是 4.2。 如果你要进试纸的话，不会是 4.126， 我刚刚有写 4.126 吗？应该 4.186 或者就进试为 4.2， 如果是考试算题目的话。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介绍热膨胀。这个我们知道热胀冷缩嘛，热胀冷缩，我们要去看看它怎么预测它，还有它为什么去用微观的角度去看看说为什么它会膨胀这样。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天气比较热，同学是不是会比较需要活动的空间？因为你如果已经很热了，你还跟其他同学都挤在
同一间教室，你就会觉得更热，那所以你们彼此就会互相远离。那对于这个粒子一样，粒子也是一样，他们本来哦，在低温的时候会是在那边震动，来来回回的，来来回回的震动。那如果越来越高温的话，它就震动越剧烈，震动越剧烈的话，它们就会分得越开。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变胖、变膨胀。那么它这种膨胀是比例的，是比例性的膨胀，就是你这个地方变了，比如说 1.1 倍，那这里也是变 1.1 倍，然后整个都变 1.1 倍，这样。所以在写它的公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想说，它应该会是一个比例关系，有可能有一些材料，特殊材料不是，但是因为它实际上膨胀的并不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在比较短的温度区间里面把它当成是线性的，因为有可能它的那个膨胀的函数，比如说温度，然后它的长度，那它也许它是这样子的，而它也许不是一个随着温度然后均匀的膨胀，它也许不是，可是我们知道说那个热胀冷缩都会很细微，都蛮细微的，就是你温度上升蛮多的，你才会看得出来。那所以温度上升不多的时候，其实看起来会是一条直线。温度上升不多的时候，看起来是线性。温度上升不多的时候，可以近视为它是线性的关系。那它的来源就是热运动，温度上升造成了热运动的加剧，变得更剧烈。然后造成间距，分子的间距呢就提升。所以造成它的整体的膨胀。那我们先讨论线膨胀，一条线的。如果有一个棒子，这是它的原长，那经过了温度上升，它就膨胀。那膨胀后来的长度是 L， 那膨胀的量。膨胀的量就会是这一段伸长量。叫德塔
那这个刘海楼会跟什么因素有关呢？那自然它会先跟温度温差有关嘛，会跟温差有关，然后应该也会跟材质有关嘛，所以它的因素可以有温差，然后材质，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就是它原来的长度，因为我们在说它线膨胀的量的时候，其实是它如果原本越短，它膨胀的就一点点，可是原本越长，它每一小段都膨胀一点点，那累积出来总共就膨胀很多，所以就像这张图一样，你中间这一小段膨胀的，比如说乘上 1.2 倍，然后这一段，这一段也膨胀了 1.2 倍，那整体也膨胀 1.2 倍，所以你如果整个越长的话，你膨胀出来的那一段就越长。哦，所以应该还跟原厂有关。哦，所以呢，你就可以单纯的就把它写成膨胀量 delta L， 就是用多出来的这一段，它应该会正比于原厂，而且正比于温差。温度差的越多，它膨胀越多，还有它原来的越长，原来越长它也会变多出来的会更多。那这里是正比，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线性的关系，把它当成线性，然后它可能不是，但是在温度没有差很多，没有差到两三百度或是千度的时候，我们就当作是线性。那我们把它写成等式的话，就可以写成伸长量就会是一个 alpha 系数，然后去乘上 L0 乘上 delta t。那这个 alpha 呢，就是材质了，就掌管了它的材质。那这个 alpha 呢，它可以写成把其他丢过去，把其他都丢过去，就会变成这样子。Alpha 留在右边呢，那 L0 和 delta t 都除到左边，就会变成这样。除了 L0， 再除一个 delta t。那这个除一除，这个有点像是变化率，有点像是变化率。就是变化量去除上原来的值，原来是 L0， 变化量 delta L， 这个其实就是膨胀率啊，膨胀率。所以什么叫做 alpha 呢？它其实就是每度 C 的膨胀率。每升高一度 C 的膨胀率，这有点像是我们前面的比热哦。这个 alpha 它也是没有加成性质，它也没有加成性质的，但是这个 L 有，这个 delta L 有加成性质，就是说它随着你的 L 越多，你的原厂越长，你的这个伸长量会越多嘛。你加热同样的温度，加热同样的温度，你原来的长度越长，那你后来因为热胀的关系，多出来的长度就会越长。一公尺的铁棒，它可能加热以后，加了20度以后伸长一点点，然后你如果是10公尺的铁棒，你加热20度，你伸长应该会比1公尺还多。
那所以它是有加成性的。那可是你把它除掉，就像我们的比热，我们的比热是把热容量呢，这个是有加成性质的，但我们把它除上质量，就变成没有加成性质，变成它的本物质的本性了。所以一样，我们这里就是把生产量去除掉原厂，所以得到这个叫做膨胀系数，那它就是一个物质的本身的性质。那它的意义就是，这个物质呢，每升高一度 C 呢，它的膨胀率是多少，啊，就不会管你原来有多长。就比如说铁，还是水，还是木头，每升高一度 C， 它膨胀率是多少？所以这个是阿尔法膨胀系数，这叫线膨胀系数。好，那最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呢写成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把 delta L 呢写成后来的长度减原来的长度，这个是后来的，这是原来的。那把 delta L 写成这样，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式子的左边写成 L 减 L0， 就会等于 alpha L0 delta T。经过一项，你就可以得到 L 就会等于 L0 一再加 Alpha 德塔值。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热膨胀的一个公式啦。如果你知道一个物体的原厂，然后你知道这个材质它的膨胀系数，那乘上温差，你可以去预测它在几度的时候会变多长。好，因为已经打钟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第四节课跟老师打招呼的，就可以下课了。那记得要把笔记做整齐。等一下我会开一个作业区让各位来上传，就是会开在 Google Classroom 的地方。好，等一下各位就会知道了。那就请各位把今天的笔记拍照上传。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那你如果要留言签退或是跟老师打招呼也可以。